你可以起来了吧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哎呀，凶什么凶？头发缠住了。哎，邪了门了，这都能缠住？哎，走走走，进来进来进。徐子言，心跳好快啊！闭嘴。哎，啊啊，痛痛痛痛痛啊，痛！啊，没事，我走了。哎，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那天没去会场，到底去干嘛了？问诊。问诊？你去哪儿问诊呢？问的谁？几刻钟？什么时候啊？你已经问完最后一个问题了。哎，你就回答我吧，就让我死心好不好？我能证明。怎么回事啊？赵姑娘，那天许公子一直都在我府里。真的吗？许公子，我突然感觉身体发热，四肢无力。你快回去，帮我疏通一下经络吧。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其实就是在和你成亲之前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你们走吧。公子，药香。